好，晚安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和红一起开箱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红。我现在破产了，自从上一次买了，花2000块买。你怎么就这样破梗呢？啊，算了，啊，我当时买了那苦力帕，他的苦力帕是这样的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现在又买了刚刚红破梗的，对，我应该把它逼掉吧，这样比较惊喜感。好，那我们这又是国际包裹了。我现在喜欢从美国订东西来，因为比较高品质、高优惠，没有优惠贵，没有优惠。你们看，我还额外买了这个，在100多块。那个转接头很好用，因为我的。麦克风，我的棒，麦克风，有没有剪刀？要剪刀，要剪刀。好，现在呢，拿到了，我要来帮油桐开这个，那我就来开这个东西吧。东西要开嘛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嘿，历史性的一刻，打不开。喂，等一下哦。希望我买的是是海绵垫。对，这是啊，架子哦，麦克风架，对，很大，高级哦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架麦克风的东东，我还是没看到主体啊。这是一个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等一下哦，那我们麦克风，哇，很漂亮，它有金色，可是我不喜欢。漂亮，金色很松，还有线。啊，对了，有很红的麦克风叫雪怪，可是它3000多块，然后没有那么多钱，只有2000多块。对，雪怪，熊猫粉团就。我刚才差点把这丢出去。拿错别的。麦克风。为什么装个海绵套那么难？加油。Hey， 你不是很会煮东西？对啊，还有超多模型，你看。哦，对，我有蛮多模型的。那，啊，这个箱子呢？好像有点大声，我吓到自己。是我线了？我到底撞了？好好，我找一下。油桐真不会撞东西。等一下，好帅哦！TMD 不进去。哇塞哦，你们看，你们看旧的麦克风的这大小，你们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，用巴拉西。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声音？巴拉西啊。我巴拉的吧，两声还不同啊。Coconut， 这样，对啊，欸，再往下一点吗？欸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它锁紧，哦，它没有锁紧，我把它拆下来锁啦。哈哈，哇，这样感觉它不太棒啊。好棒！我看到有别的 YouTuber 不讲是谁，他把麦克风贴在2个眼睛，好像有点，很好笑。台湾的 YouTuber 好像很少用这种的，都是架在桌上，他们都是架在桌上，然后整个这样拉，有啦，吵吵啦啊。
我们现在在测试看有没有收音。还要测试一下麦克风，我踩到什么？看有没有什么会收音。嗨，叭叭叭。嗨，我是红。哎、欸，他打扰了，不是我是红。哦、oh, ，sorry， 这根东西我弄到了。好，嘿、hey, ，我获得了一支麦克风，由同旧的，因为我自己还在用。我在用耳机上的麦克风，超级可怜。QQ， 帮红 QQ。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。那我把耳机把，哎、欸，我其实根本没有戴耳机，我在想什么。好啦，那你们现在就来听听看有麦克风的成果吧。来，干麦克，我讲话大声一点。好，可以大声一点啊，就大声这么大声，来这么大声可以了吧？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这样声音会比较好吧？试试看，大声一点。对，你没有插，所以就旧的我是用电脑，我后来、哦，所以你后来都没有在用这一支。对，后来。好啦，我是从来好像给你醒不了。打吧吧。哎，要打，有人不说，我说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。测试麦克风，哎、啊，我无言了啦。好啦，那今天这部影片、啊、我没有录任何结尾，但是我现在这个结尾是用新的麦克风弄的，所以那明天的影片呢，它是用旧的麦克风，因为是我之前录好的，所以你之后可以比比看明天的影片和之后的影片，看哪个音量比较好，声音比较好。对，那这个麦克风我非常的喜欢。那谢谢大家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好啦，那刚刚那个没有麦克风的是一个意外，对，我没有接到。那现在呢，这才是有麦克风的。那你们也可以从这两个音档来比比看哪一个麦克风比较好。那我们今天对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就这样了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喜欢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如果你没有朋友，就算了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